Plus 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庄定心。来 Bay Plus 电子刊，全新的方式，一起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之美。我觉得都挺好的呀，我觉得过去了就算了，就每一天都肯定有它的意义的，我不选择重启。我应该会先打给我妈妈，然后捉弄一下她，然后会疯狂自拍放上微博，看大家的反应。选秀头五名吧。从小就喜欢刘德华，就是从小就看他的电影长大，然后也听他的歌，然后我觉得就他整个人就写着一个正在脸上的感觉，就是气质呀、人品啊什么都特别好。团内的话就是做什么都有个伴吧，也可以一起奋斗啊，一起分担很多东西，但是同时也就是要互相配合。然后个人的话，其实我就才刚开始嘛，我觉得就自己一个人就要负上所有的责任吧，但同时就是我想做的我就可以都做这样。好问题，就是其实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真的很不爱打游戏，就是我特别没有打游戏天分。然后就前阵子吧，就朋友们就拉我一起入坑，就是想要拉我一起打游戏，所以我就很不愿意的下载了，然后就再试玩。我觉得现在不能说有什么水平，因为就谈不上，只能说我在慢慢的寻找打游戏的乐趣。一直都想，其实因为从小就开始接触演戏这方面，然后其实长大之后我觉得可以尝试很多不一样的角色，所以还挺期待的。我的话就是以我自己的 style 去做，然后我觉得那个是属于大众型还是艺术型，我觉得可能要大家去判断，不知道大家会喜欢什么，所以我都会多准备一些的。甜品啊，我觉得呢，其实呢就按时期的，最近的话可能刚过完冬至吧，就我喜欢简单一点，就是红枣甜汤，我最近都一直在喝，我觉得对身体又好，挺好的。我喜欢过年，就春节，因为大家就可以一家人聚在一起，然后拜年呀，然后拿红包啊，然后还可以一起吃什么年糕，还有就是玩一些春节的游戏，我觉得特别开心。No. Yes, 我是冬天出生的，没有，从不后悔。Don't every day. 没有，没有看。冲浪就是看，对。有。我觉得一直都有。有的，有时候会，会吧，多数都会，没有，肯定没有。